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火力很猛，躲，大家好，我是雷哥，欢迎收看 VR 游戏机器人大作战。在 VR 游戏里边，机器人对战的游戏非常少，那今天我们就带来一款非常有趣的 VR 游戏。为了做好这场战斗，我们提前学习，做好准备，让我们开始培训。 Welcome to HyperDash. Let's start your training. Use the joystick to move yourself towards the checkpoint. 首先学会行走。 Move towards the checkpoint. Press and 自由行走。这个机器人做得很帅气呀、啊！这就是我的队友。这个膝盖，这个脚。Dash on the platforms to reach the button.感觉和马的腿一样，继续开始，下一步要跳跃式了，跳过去，底下是河，看样子不能进去。有两种传送方式，平移和瞬移。往上。Press the button to continue to the next room. 完成任务。过去按按钮，成功。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走独木桥啊！心惊胆战。万一对面来人还不好躲，完成。第三个，快速移动。哎，这个比较好，两脚可以交替换脚，我们直接跳上去。哎，过了过了，拐弯，没来得及拐弯就上来了。再来一次，这一次不会忘了。好，成功，继续，先往右拐，成功绕过障碍，完成另一个任务。Shoot all the targets. 有枪了。这枪还不是一般的武器，专门对付机人的。这是让我练习射击啊。又来了。哇，特殊技能同时释放。这个威力大增，成功。还有吗？ Destroy the remaining targets. 一把枪带准星，还有一把，早说嘛。 Press the button to continue. 下一步， Pick up the weapons in front of you. 冲锋枪， and use them to hit all targets. 这枪好使。上去，有障碍物吗？哦，这里有。有两个我落了，再来一次。全部击中。回来了，